今天是西雅图的礼拜天，然后我们今天才出门，因为昨天礼拜六就是天气阴阴的，然后也下雨，所以我们就决定今天好天气再出门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要来做一点特别的，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去搭船到西雅图对面的一个岛上面，叫做 Bainbridge Island， 然后要去吃一间很好吃的炸鱼薯条。我已经想吃这间炸鱼薯条超级久，因为它一开始是 food truck， 然后它只有夏天的时候才会开，隔了一年的夏天以后就一直在等它出现，结果发现它就是没有开，然后才发现说它把那个炸鱼薯条的 food truck 卖给了另外一个人，结果那一个人好像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就也没开了，然后这一个原本卖炸鱼薯条的人就搬到了对面的一个小岛，自己开了一间餐厅。所以暌违了两年，我们今天终于要去吃了。是希望等一下就是搭船的人不要太多，不然我也不太敢就是跟一群人关在船上那种密闭空间，觉得有点恐怖。我们现在要回去搭船了，感觉好像只是来这边吃鱼。真的，我们现在就一定要回去搭。下一班船的话是8:55，就太晚了，所以我们要再等2小时。然后今天假日，所以很多店就大概7点以后就会关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吃鱼，然后来这里走一走。这边住的人，然后大部分都老人家，然后我觉得男生长得像流浪汉。